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贪吃蛇大作战啊，这叫团队魔杖，我们直接去玩一下吧，看能不能匹配啊。时隔好像也挺久，好久没玩这个贪吃蛇，只要你主动撞我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哇、哦，好强！一进来就有这个大吃啊！哇，这谁家的？那么大！我操！我才刚进来，一个个都这么长，还让不让人玩？靠，他们团队啊！这咋整？请求集合。谁是谁家的？怎么看谁是谁家的我都不知道哎。请求集合。Shut down. 五。Triple kill. 五。Monster kill. Triple kill. 好六，一个个三杀四杀，好猛。Triple kill. Ultra kill. 四杀。五杀。找不到红色的呀。应该是三种颜色是个连队啊，是个联盟。你想抓我吗 ？Legendary。哇，超神啊！有东西吃了，我操！卡，我操！打团队还挺卡的呀。我操，这一圈圈好溜啊，好吗？红色帽子还有一个很强的啊，太卡了，我操！宰一个先，我就缓慢发育啊。这家伙太猛了，这么大头蛇，真想把它解决掉。哎呦 Legendary， 这么长的一条，好怕。请求集合。Legendary， 我操，这个家伙要虐死我呀。哎呦呦，大家是自己人啊，颜色一样的就不会打，专门打颜色不一样的。这个灰色的都不咋地啊！我现在慢慢发育，不敢跟他们硬干，干上就死翘翘啊！哦，好危险的说嘛！现在我们红色排第几啊？排第三啊！哎呦我操，吓死人！自己人。这条蛇好大，把这个宰了，包起来，吃饺子啊！瞧这条蛇好大呀！搞不死他，搞不好被他搞死就麻烦了。哟，这傻逼！哎呦呦，好危险！请求集合。这橙色灰色是来打酱油的吧？集合。
呀，第三名啊。再来一集。七分钟好像要打七分钟啊。哟，赶紧吃。怎么都是我们红色的被绿啊？四杀，我操，搞事情！哦，我被搞死了，居然被搞死了。貌似现在我们红色不是分数最高吗？哟，靠，没停下来，怎么说我要宰一个人嘛？哎呦，有吃的了。我还是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吧，他跑太快容易死啊。应该就三队吧，那灰色的就是给人送分的吧。跟我硬撞，先吃了他再说。哎呦，怎么死的？啊！又被搞死了，我操，亏大了！潘金莲，烦死！一下子红色的损失惨重啊。搞死你们，搞死你们，哎，搞死一个啊，有的吃了。傻不傻呀你？这些人这么傻，搞得都没吃的。又到了，到了，好危险，我操，盯我，盯住我了，我操，哎呦。承认啊！哦，操，被吓，好可怜啊！操，操了他这样死了。靠，三个大蛇，干死他们！小小的搞死他，哎，死了吧，哎呦，哎，有吃的啊，哎，有吃的啊，爽。潘金莲，靠，我们家又没了，最高的一个被搞掉，一下子分数落后这么多。
本来开局我们还领先呢，怎么一下变落后了？这只就橙色就给我们送分了，不是灰色啊。哦，错，500多就没了，完蛋。靠，这黄色好爆，直接撞死。红色这个家伙还很长啊。好危险，要把橙色的把他逼死了，没有机会吃肉。哎呦，哦，好多风哥，那个橙色的能不能解决掉他？这家伙要把他给搞掉，这么强悍。时间快到了，对吧？我们又排第三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饿了，饿了。哎，卡死了！我操，气死了！最后一把被卡死了。他妈最后一下被卡死了，亏大花了。